这是什么？我先射！发生什么？我们开始了吗？志玲姐是这样撕的，优势能看到。我们是这样撕的，人家是，对，志玲他们是很仔细的。 就是美，一切都是美的，撕名牌演。来，第二轮，准备，三、二、一。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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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啊！你看，一直在微笑。哇哦！哇哦！ 很不容易的，果然一直在喝水。哎呦，哎呦，撕到了！有！撕到了！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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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小迪先撕到的，但是您那名牌撕的太小，太不容易了。是的，是的，太不容易了。玲姐，撕衣服。对，衣服，你要拿着衣服撕。对，可以把衣服和他一起撕下来的。好，请两队进行第三轮比拼，请就位。是玲姐，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要拿一分了，好不好？现在一分都没有。对不起。3、2、1。等一下。怎么样？怎样？怎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Okay. 我只是想等一下。蓝天没了，哎，别别别，拍照手机这一刻更清晰，参与互动赢取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我们今天的结果已经产生，水上撕名牌大战的三组优胜队，他们是陈赫李沁队、李晨容祖儿队、鹿晗迪丽热巴队。恭喜他们，你们将获得今天的奖品。哇，好美哦！哇，龙凤哎，成银。想说一下，我们阿萨坚持了一天，然后还做到那么厉害 ，OK 了，撕了那么多次名牌，厉害，真的，我为他感到骄傲，我有这样的队友，真的。所以我觉得。像希望他们每一个女生来的嘉宾这一次玩得开心，也希望你们彼此记住对方，你们互为龙凤，好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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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冷忘感谢你们今天的每一位，希望这一次旅行也可以成为你们最珍贵的回忆。谢谢大家，肯定是。
迎大家来到延安，我们今天的最终任务就是要演绎保卫黄河。参与欢乐的世界，修炼最前所未职业工作者送出定制能量棒，工作室首腾讯视频爱奇艺观看节目完整视频，真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娱乐新闻网络更多的情报，娱乐新闻网络用户使用搜狐视频中的台对客节目大力支持，下载娱乐网网易腾讯新浪凤凰搜狐节目等节目版发行节目解锁，看看余文绝壁精彩界面等待，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来了，不要离开，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好男来了，对吧？我们是很严谨的。我他们刚刚有注意，他那个书名叫做《收养记》，所以收养就一定是外人。干嘛？哎呀，干嘛？好恐怖哦！来，哎，我在这里，超哥，我要救你，知道吗？啊！我现在要救你，我现在就是要救你离开这个地方。慢一点，慢点，啊！我现在要救你，我现在就是要救你离开这个地方。哎呀，不是吧？现在能确定你是你们俩吗？你们两个都是我们俩，你们两个都是我们俩，你也是，是，我还向他保密了一小会儿 ，sorry， 对不起，我向你保密了一小会儿 ，OK， 是因为需要再确定一下，现在保证的是我们俩是继承人，100%继承人。一成二九，一成二九。去哪儿？啊！我不要玩了啦！别啦！我要找地方躲，真的，我要找地方躲。你要找地方躲起来，然后好下手，对不对？好，那你从现在开始跟我在一起，你跟我在一起。OK， 我一定会紧贴着你。好，你跑不掉的。好，好，你帮我拿着，我要梳头发。
走，跟着我，走，我们在一起，走，我们不要分开。好。建议我太厉害了，没关系，我来了，这关你不会放弃的。我现在和你们对抗，我现在头脑爆痛。这游戏压力，精神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头很痛。我以为我只是来跑步的，然后我很讨厌用脑，我不喜欢想这些东西。嗯哼，好，好吧，那我们就在一起。嗯哼，你看待会谁死掉？哎呀，太厉害了，太会玩了。现在凯凯在帮我拖延他的时间，凯凯非常棒，一直要拖延到他现在一个人不能作案。所以说，拖延到我们回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他拖死。我觉得为了要证明我的清白，我就跟你在一起吧。OK。而且你说杀手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杀人。对啊。那如果我跟你在一起，你死了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如果我是杀手，我很有可能有机会现在杀了你啊，对不对？可以啊，也可能。嗯。你听我说，我每次只要头一痛，我整个人就会。要我给你按一下吗？看来你白天给我按摩。哎呦，是怎么好意思？好吧，这里有凳子，我就享受了。哎，一个人。You say 一个人，怎么了，小莫？现在只要是一个人都有嫌疑啊！不好意思，我们要按摩，过来。怎么了，小莫？你有任何想说的吗？啊，头很痛啊！太好了，这里刚好一杯水，这个地方太适合休息了。好，只是因为他。动手了。醒醒！你演，继续演。不是，你不要靠过来。凯哥，靠过来。什么情况？你不要靠过来。咱们看信息，看信息。好，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不能靠太近。好好，我们不要靠太近，但是我们要两个人在一起，要不然我就会被怀疑啊。因为如果我一个人，我就会被怀疑、啊。刚才等于我被怀疑了。对，我们都在怀疑。但还有超哥呀、啊。超哥现在一个人吗？对啊。我自认我是一个方向感非常好的人，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我真的快要被逼疯了。哎，超哥，你们刚才在一块吗？对。你们在一起啊，他一个人在那狂喊，喊完之后，我觉得他一直在追我，就在那个回廊。我刚才还看见你从我前面走过。快，快交给他，你的名字怎么拼？对，这 Selina 了。这还用教吗？蛮难的耶。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单词。好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哎呀，哎，我和昆凌都已经喝了一个下午茶了，真假的？你们也太慢了。哎，昆凌，你是想选他吗？本来，你比较对他很熟悉。不是，昆凌也没办法，因为他已经因为已经组队了，还能说什么呢？没得选了，已经是一个队了。他很被动，从头到尾他都没得选了。没有，是真的。是真的，可是你的表情很痛苦。没有，是真的。所以怎么样 ，Selina 选了谁？为什么？马继师，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命运直接崩盘，已经崩了，心态崩了。这是老天爷选的，对不对？因为你搓那边，你会是今天最幸福的一位女生。真的，相信我，你会是今天最幸福的一位女生。
相信我。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心里就是凯凯。对。恭喜陈赫和 Selina 成为了搭档。Nice to meet you。哎呦呦，这真的是爷孙组合啊！其实不管你们谁配上组合，都是爷孙的。下车。我一下子全部都得罪。你有毒哎！我发现。所以你现在跟我在一起组队，还是不是很开心吗？开心了，爸。哎呦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从你要选择他那个阴影中给缓过来。你开玩笑的吧？我说真的。难受。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刚才我看见斯蒂娜姐姐，我说哎，我说你跟谁一组啊？她表示陈赫，陈赫。你看，租了牌，耶！哎，你们的菜比我们好哎，离我们这个区域远一点好吗？肯定吃不了，太多了。走开啊！很好吃，我给你，不能给，不能给。没事，沈琳娜，你要吃不掉呢，我可以帮你。给你，给你，蘸这个，好好吃哦，真好吃。完了，崩盘了，真的崩盘了，我告诉你，垮了。要不然你坐过去。没有啦。猪排太咸了。不咸啊，好吃。我不会喜欢你喜欢吃的口味的。你会喜欢了，我们都是吃货嘛，你知道的，你懂的。我不懂，今天开始我什么都不懂。这里玩一个小游戏，就是匿名颜值排序，颜值排序。哟，这个一定是昆凌。什么？因为是繁体字。Selina， 哦，对，一定是他们俩。应该是 Selina， 我觉得应该是 Selina。Selina 已经上分了，肯定是 Selina。我的呢？没有关系，第二个也可以，没关系，我很满足了。哇塞，他这几个，第二个。有，我跟你讲，不在榜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你是。不是说匿名吗？哎呀。你什么名字？你自己写了个繁体字，对不对？我哪里写繁体字？这是繁体字。都是繁体字，烦的不要再烦了，我跟你讲。所以，其实说郑恺是假的。但是在你内心，你最想选择的是说实话。我给你。你第一天来说要跟我一组，但现在榜上却没有我的名字。哎呀，不是啊，第一天来跟你一组，总要搞一点综艺效果嘛，你这一上来就说跟我，那不好看嘛，对不对？你这套路太深了，效果了。超哥，谢谢 Selina。真的，然后一定要给你嘛。但是我的名字，等一下，我的陈字前面为什么涂了一下嘞？本来是李，李，他是本来你是李，没有，本来是李，不是他。没有，肯定的。我是跟你讲，哎，不是综艺大神，我们先来试玩一下，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哎呀，两碗胡辣汤。哎，又错了啊！三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哎，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是你，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你看他慢了。我觉得，哎，开始吧，真的不要这样对我，真是折磨，就直接开始，真的。好，来吧。
我跟你说，我在前面，我真的有点紧张，你知道吗？黄渤才紧张，你看黄渤的帽子，你看他前面，你前面根本不需要任何紧张。哎，别别别，你就是想下水是吧？没有，你就放松来。小鹿，相信我，我一定让你最起码感受一次。谢谢。我希望我不是第一个让你下水的。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我希望我不是第一个让你下水的。第一个让你下水的。一个节目，空中飞人，表演者邓超。没事的，真的，没事的，我觉得对不起你。既然他已经这么说了，就没事了。那你别上来了吧，在里面待着。好了，我们知道有心如在，我们放心了。别这样。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到不了我和李晨这里。别来跟我说话。什么都不要听见，心如听清楚啊，心如，预备，心如，哎，讨厌，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但没想到你做的这么彻底，你知道吗？心如，你让我们参与一下。我们坐在这里也很辛苦。我没有。好难，我也录了三季了，我没玩过这个。真的吗？啊，不是这个意思了。真的吗？哎呀，不是战术，战术。我一碗胡辣汤，我就可以让你下去了。战术，战术，战术。下一个节目，空中飞人，表演者邓超。心如，你一定要稳定住。要不我去做啊？不不不，那不行。你为什么哭了？我笑哭了。哭的应该是我，好吧？我们要唱一首歌，预备开始。邓超飞得更高。啊，我的妈呀！游戏结束以后，第三轮。好。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五碗胡辣汤，五碗胡辣汤。好看，哎，好看，好看。好，我们的歌声再次响起。邓超飞得更高，飞得更高。装的喜样了。就没事，我觉得还是放松，还是放松。我放得很松。放得太松了，你知道吗？我在说五的时候，可以五真的可以蹲。我蹲了。蹲的有点慢。闰土在西瓜地里用钢叉，要叉的动物是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意思？什么？
闰土在西瓜地里用钢叉要叉的动物是？钢叉要叉的动物是？抢啊！一号陈意涵。这第一个字是什么字？闰字。地里用钢叉要叉的动物什么？叫田鼠。我们什么都没说。是什么？查查。哦，可以翻课本是吧？不可以。查查查查查查查。不能查，不能查，不能查。田鼠。确认答案，查。请确认答案。查查。查是什么？你就说查。哎呀，不要叫了。那个随便，你说查，确认。什么都确认，什么都。查。我们第二题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第二次擦亮火柴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从餐桌上跳了下来。 No No。 等一下，别说答案，别说答案，别说答案。他们俩对菜都下去了。不管，别说话。你有那就不再这样了吧。好，二号 baby。 不知道，我听小鹿说的，他说是鹅。是什么？鹅是吧？鹅是鹅。 baby 我有点晕了。你确定不是茶吗？就鹅吧，反正也不知道。冷门的题他都知道啊，你才是真正的学霸呀。学霸的儿子当然是学霸了。第三题，神笔马良不畏权势，神笔马良只为穷人画画。在课文的第十二自然段里面，他为老农蛇画了什么？独角兽蛇。牛马好是马，牛牛牛牛马，牛牛牛牛牛牛牛吗？牛牛牛牛牛。哎，牧牛流马的牛吗？老农嘛，用牛耕地。请确认答案。牛。好，答案牛。公布结果。真的学霸，这个都知道，太厉害！我叫学霸的儿子，你是神了。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第一名是粉队，第二名是蓝队，第三名黄队。